开玩笑的，而且今天呢，真的没有我们是你抢我短哦。什么？你怎么知道？你呢？只有木架等，我的嘴木架对。对，因为你永远只有我。我是被谁诅咒？这不是诅咒，这叫还债。还债？我欠你，那是你欠我。有没有可能队伍这两个字叫做怼我？哦，怼我，不是怼木。我们是怼木。今天啊，瞧不起我们这复仇者联盟啊！好，每个都是身经百战。 有身经百战的，有身怀六甲的，每个都有。谢杰林，加油！张立东，哇，有羽绒，哦，星仪，哎，冷诺诺，耶！真的会抽走联盟，真的蛮强的，蛮强的，对。还有前主持，最弱就张立东，有身经百战的，有身怀六甲的，每个都有。侯冠群，侯冠群，两鹤群，一来一群，两鹤群，不要来，不要吵了，好不好？来，欢迎我们郭金帅气，在痴情的爱情剧里面，爱立博雕雕，来对。 我们是爱立博雕雕，对。到底我们这个队叫什么名字？爱立博雕雕，对。这是会什么？我们这里叫做什么？爱立博林家。爱立博米家，没有林家。雕。来，阿林，来看看啊。亲来，有请来。哎呦，我们听下子嘞，我们是爱立博雕雕，对。我要是全新八零档大戏，对不对？礼拜一到礼拜五，我们现在收视率啊，已经直逼了另外两台的。 那个长期做这么本土剧，真的，看到没有？告诉你，已经赵成非常大的压力了。哎呦，哎，已经造成一股收视的热潮。是是是是。哎呦，这是因为什么那么好看？跟介绍一下。这种牌怎么拿出来的？看到没有？几乎主角都来了嘛。对，都来了。啊，对不对？而且演起来拍戏，对对对，先出来跑一下。对，我们先顶着先。先这样子，先去出外道，王王淑娟吗？王淑娟呢？有点扮的皇后。对，当初你以为是三年没有在电视荧光幕上面曝光了。全部献给。饰演我的老公啊。今天唯一没有接到是这一趴。
所以呢，他江湖就跟江湖恩，连演戏也在处罚，为什么要做综艺节目处罚要上一点？真的，好可怜的。好可怜哦。但是他。
不要娱乐性质啊，所以一定要处罚这个阶段。这是个喜剧片，没有，不是小小啦，本土非常亲情、爱情有友情都有，爱情、友情、亲情都有，然后我是一个单亲妈妈，然后演我老公的就是汪建明。 对，本来我是长发，有没有？是是是，鼻孔这么大，你看演我儿子这个，对，这样，后来呢，建明哥出来，我就变这样。你怎么这样？我老公说他把板子拿高点砸死我好了吧？你这样子好了啦，你有零钱吗？你现在负责拿看板的，我要负责遮你。手里拿板子，不是，手里因为错了，我觉得死都不拿上啊。 不是，因为弟弟很小，他很低嘛，不是啊？什么弟弟很小？谁？你啊？你要你敢？弟弟。我只有妹妹。哦，今天我们公司硬体是小演员哈。啊，小演员。好了，今天哎，好好加油啊！没问题。我们来做个示范好了啦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就你们没有一起来过嘛？看一下啊，看脸型，来，陈天的先攻，来九位。太强了，太强了，太强了。 他们墙这边弱，有没有？没有用啊，猜不出来。没有用。没有用。我们女主角说哪一点看得出来他们强？强啊！强在哪里？强啊！强就在这个后面。影片的后面都是强。对啊。来，三位戴耳机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好不好？来，给他们。加油。哦，这个好了。好。来哦。 那个电视墙转过去了哈，不要他们看到。哎呦，哦，小心翼翼啊！不要不能不要讲，哦，他听不见，他们听不见，对不对？对对，我讲一下，因为反正等下演，我们也可以讲。不容易哦，讨论20秒，开始。怎么演呢？一只一包鸡丝面。什么演鸡丝面啊？对啊，一只一只丝不挂啊，20秒快到了，演不进你回来的时候。 你要帮我挂衣，对对，你把衣服给我，我就挂起来。你把裤子给我，我就挂起来。那你是要脱丝袜，我就不要挂。好，一丝不挂。丝袜有明显哦。OK OK， 这样好不好？好，时间到了，讨论好了哈。好的好的。来，准备，慧眼识英雄，有30秒时间，预备 ，Action！ 哎，坐马桶，坐马桶。好好重哦。谢谢，辛不辛苦？好累哦。帽子帮我挂起来。 帽子慢慢来，慢慢来，帽子，外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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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衣服，哎呦，上衣也帮我挂一下好了。哇塞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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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老婆回来，编写答案，老婆帮他，什么都算，不能丢丝袜，丝袜丢掉。咦，农才就是 A B 情节。其实这个就应该是光溜溜。哇，哎，对对对，赤身裸体。哎，下心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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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演得很清楚哎。他拖怎么拖得清清楚楚的？对啊，好会拖。这时候你不要讲话 ，OK， 我们在酝酿他们答对的心情。我有点难受，对吧？一二三，亮白。到这里，一丝不挂，一丝不挂，对，全部都是一丝不挂。演得很清楚，哎，他拖什么都好清楚。对啊，拖外衣，这边多了一丝不挂心呐。哦，拖的很好。还是一丝不挂心的。哪里来的心啊？为什么一丝不挂？演得很好，哎，老婆不管脱外套、脱什么东西，老公都唯命是从的挂起来，唯独丝袜不挂。你怎么看出来是丝袜？很明显，他还闻了一下，他这样脱，他没有闻，他有闻，有一点臭。丝袜，老婆，他是脱内裤哎，没有，他脱丝袜是内裤，大腿袜，内裤怎么办？那如果是 legging 怎么办？有可能连得很好 ，legging 哦。一度我在想，内裤这么大件是不可能。他从进来给他的包包挂包包，对，帽子挂帽子，外套挂外套，该脱的都脱了，这丝袜有没有？对。
拖得很紧，他这样子一直。陈哥的眼神一直都很奇怪，你看他 size 不是大件。陈哥喜欢女生。谢谢。好。怎么这样子？好可爱呐！给新人一个机会，都很清楚哦。他讲的不是一样啊，来。他一定有不一样的。讲点不一样的。好。他们两个一定可能不是那个夫妻的关系，有可能是偷情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来了，然后问他多少钱，然后他就开始拖，偷东西，算了，不要讲。掰不下去，这次还讲不下去了。你是对的，我是对的，爱你的条件。好，到底是不是对呢？来，我们两位再演一遍啊！不演是英雄，演得真好，三十秒，超会拖的。他报警了，老公回来了。哎呦，加油！辛苦吗？今天哦，帮你挂起来，挂起来，挂起来。帽子，哦，帽子，一顶帽子，外套，外套也要挂。外套，一件外套。还有衣服，衣服。啊，衣服。还有丝袜，等我一下哦。我今天好热哦，外面。丝袜，脸挂起来，快点。有点臭。叫你挂就挂，干嘛这个脸？拿起来，挂起来。真好。一丝不挂，标准答案。一丝不挂啦！刚才人家在演第二遍的时候，你为什么都不看呢？刚才我们说来第二遍的慧眼星勇，他就在。因为我现在解释，因为他里面有很多字不好念。唔系你有。Hello， 一丝不挂怎么解释？预备起。一丝不挂的意思呢，就是指赤身裸露啦。另外，在宋代的杨万里的著作呢《七小红则放闸四绝句·诗四首之一》里面呢，有说到放闸老兵朱麦冷，一丝不挂下冰滩，也可以泛指呢无所挂念，不为世俗的所牵累啦。哎呦 ，OK， 放闸。赤身裸露，台语你有学过啊？赤身裸露，赤身裸露有吗？畜生裸露，畜生裸露，你快点来一个畜生裸露的，畜生裸露，畜生裸露，台语怎么讲？台语怎么讲？恰心裸体，错，恰心裸体，恰心裸体，就是恰假裸棒，恰假裸棒，恰假裸棒，好哇。这个第一回答对了三分哦，哇，公主交换。请问来的是哪一队的？嗯，艾力波雕雕队，派的第一组代表啊，这两个演戏的戏龄加起来超过30年，对不对？差不多太会演了我，差不多了。真正以真正演戏来说，舞台剧都不算的话，难怪他们是妇女。这个组合电影演员。王彩华常常会有一些很奇妙的一些灵感，对，因为我都有通，有时候对，有通有修有差啦。那为什么你大部分时候都不通呢？哎，没有，那时候没有吃素，对，因为现在吃素的时候就吃素啊，哎，我吃全素，很干素，对，就蛋奶素，怎么叫干素？什么干素？干素跟新疆有没有干素？对不对？我能不能吃？你可不可以给我一根浙江？这是个疗养院，对，他很蒙古啊，不是，这里面是疗养院。我听过干面、干洗，没有听过干素。对，我们素食是就是比较那个，是干干的在素。你不要再跟他互动了。我是蛋奶素。不是青菜素，没有没有，方便是方便素哦，蛋奶素是。不要讨论这个了，快点！你们这吃都在你今天说的。觉得健康就好，健康，希望你能够越来越好。OK OK OK， 大家一定都要好，没问题，加油了，请戴耳机，请抽签，给我，来，容易啦，那这个太容易，十一二分，太容易了，20秒讨论准备，计时，你演一个患者。干瘦想要变胖，那我就演一个医生，对，我演医生，然后你进来的时候能体重很轻，然后我让你吃盐，吃盐巴，然后吃盐巴，好，但是我要怎么表现胖？是要这边？你就尽量用笔。
哎呦，烦哦，给我剧本好了，比较快啦。是要从两边进还是你先就位？随便，你先看报纸。他现在我要干嘛看报纸？我要坐马桶，对不对？又要看报纸。你从外面进来的。对，我从外面进来。我从外面进来。就是衣架在那边，要知道衣架在那边。你跟我讲厕所在哪里好了，下去啦。不要放肆。会也是英雄。Ready action。来谁啊？你干嘛的？叶先生，哎呦，你人怎么长得这么瘦啊？你量一下体重，哎呦，只有30公斤啊！哎呦，人太瘦了。来，我告诉你，我让你吃一个东西啊，就会变胖。很瘦，那很瘦的人。好，谁呢？整罐吃下去，整罐吃下去。肥瘦，再站上来，再站上来，再站上来！哇，200公斤啊！哇！嗯，看那边好，要回去。他演什么东西啊？来，30秒，他来了，请思考。哎，他进来，然后是瘦瘦，然后就他进来了，瘦瘦的，瘦瘦的，对，然后他给他变胖了，他变胖了，对，对，瘦的变胖，他看不懂，瘦，瘦变胖，然后就是你，我这他是脑子有问题吗？然后吃错东西，到底是他吃错东西，他一直摸他演什么东西，我真的看不懂。他是里面可能在，他是错东西，可能是八大行业的吧，对不对？胖摸，胖摸，可能要教的东西，要记住，然后把它带起来。好客很重要。哎呦，三个人完全空白啊！底子小演员，又小演员，哪一个？这对妇女。第一个刮不团，一起 N 上，我回去看。现在黄队没有答案了，休息呆。哇塞，我觉得只有一个，是到什么瘦，这变到胖，然后变到胖，对呀，很瘦，一个瘦，可能会有三个答案哦。厉害哟，厉害哟，有答案已经不错了，我觉得。好，那我亮，现在准备把答案揭晓，请亮板。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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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。烦恼什么、啊？为什么是这个？因为我环肥燕瘦，两个都一样。因为我猜测的，他最两个最清楚的状态就是一个，他进来是主宾进来是瘦瘦，后来是整个是胖，所以我就从这两个字之间找到了一个词儿。对，而且他环抱着他，对不对？但是又一个好像一直在喂他吃东西。请补充说明。因为这要找成语里面有肥有瘦的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任何一个成语里面讲到瘦跟胖的，没有，没有，而且他给他验，给他验一个东西有没有？一验了之后，哎呦，是啊，他给一个瘦的东西验，有没有？然后他就环抱他就变肥，变肥了。我想这个答案比较特别。对，满脑肠肥，你在指谁啊？很想吃很真肥肠，满肥肠，脑肥肠，你吃是吃到已经脑满肠肥了。自从想要点吃素之后，他一直很想念肥肠这种东西。好想吃，脑满放外脏，是满脑，满脑想什么？哦哦，肥肠脑满，哎呦，肥肠脑满就厉害了。对呀。对嘛，对嘛，从这边念过去嘛，谁规定一定要从这边？还是你要外面写一盘肥肠？外带。为什么你看到脑满？对啊，就是他吃，就是他本来是瘦瘦，我其实也没有想到那么进来，然后就，然后吃了一个东西，不是一定很难吃，然后他就，我觉得这个脑子就有点问题。你脑子本来就有问题。啊，不然呢？不然再给我们一次。这不是戏演的好不好？是成语，懂得多不多？懂得多不多了。对了，不是戏演好，他们其实演的还算 OK， 演得很好了。好，但是照惯例，我们要喷。对，我们要。那我妈跟刚刚演的一样吗？还是说我们没有这一次的机会吗？再演一样啊！要演一样。对啊。我们其实我们这有人不知道答案，你不要以为哦。这边是吧？刚才我知道刘宇有。而且我也知道，我也知道。你知道？还见鬼了！真的，而且我刚才跟阿布讲。阿布，你有偷看？没有，我觉得你没有偷看，我怎么可能？我不是你。挑衅！没事，请慢慢说。来，马上用那个，快点，那个要手机。先把橘子拿给我。没有橘子怎么念？有柳丁。哪一只？吃素的人
我有讲到婚了吗？有电视机非常的敏感，谁火了呀？一语中的。好，我们心平气和。我们心平气和的再演一遍，来准备，慧眼识英雄 ，Take two。哎，我是个医生。哎，哎呦，哎呦，你怎么这么瘦啊？来来，到体重计上面量一下。哎呦，只有30公斤啊！来来来，我给你吃一样东西，你就变胖了啊。这个。哦，我知道你想要体重了。量一下，哇，200公斤啊！哇，有没有现在还不懂的？我懂了。等一下，食言而肥啊。知道那这样我还是不懂，对不对？仍然不懂。答案就是食言而肥，食言然后变非常的可惜，喷。哎呀，你这，你只要弄个炒菜嘛。炒菜总有佐料吧？要把要不要？不行，没有，当然是食盐，你给他吃，他变胖了。不是弄个师傅，我们才知道这个有盐。不知道吃什么了？要这样吃，应该看不出来。你弄个医生来，你不知道是医生哪会弄盐？对，有道理，对，所以走。谢谢谢谢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我先走了。还有外籍的。说实在的，我们应该一起走吗？就大家在生活经验里面，也没有看过医生为人家吃盐。是啊，打生理食盐水也有了，对不对？食盐而肥是什么意思？来，肖老师。哎，食盐而肥呢，出自于春秋时期的一个小故事啦。有一个人呢，常常失信于鲁哀公，在一场宴会上面呢，他又很白目的问鲁哀公说：“哎，你最近怎么变这么胖啊？”鲁哀公听了就非常的不爽，就说。食盐多矣，能无肥乎？意思呢，就是我吃了你说出来这么多的谎话，怎么还能不肥呢？后来就用来比喻不守信用。允许我来跟大家报告一下，3-0。好，漂亮！今天只赢不输了，拱手给他交换。哦，强强强！干什么？骄傲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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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了不起，了不起！我赢不输就不要录了啊！来个票，结束，不要结束，走走走，他们留下来，我们下录你吗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！没队员吗？我没斗志，你们不要这样子，要说走就真的走。我就怕你难堪了。对，我们要看你们怎么演呢？好不好？赶快去，赶快去领钱。来，三位戴耳机。有谢杰明在，我就放心一点。干嘛这样子？今天没有英文啊。只有食盐而肥看得懂，看到没有？来，英文你还比我差吗？抽签，你抽。英文超烂，随便抽。好，真的好了。来喽，慧眼识英雄，30秒，预备。哎呦 ，Action！ 预备，我们要吹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们要关个门啊，我们要关个门啊，好，关个门啊，哈。不见了，我儿子呢？妈拿了一个包，我儿子怎么不见了？儿子根本不见了，哪里？我们，我儿子呢？我妈妈哦。啊！儿子啊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妈，吸奶，吸奶，吸奶！不要，不要，不要再吸啊！快点，没有人把心里面的想法演出来了。来，英文你还比我差吗？你抽，英文超烂，随便抽，看你怎么搞，真的好，对。来喽，谈，讨论20秒，开始。要钱吗？不行，失去失儿，儿子儿，我们只能用。我演儿子，儿子，我演儿子，我演妈妈。我失去了，那你推车推出来，推推出来，好。然后我突然间，奶嘴。然后我就，然后你回头，回头找我。你现在关门，你关门，你怎么锁门？一定要锁门的。然后锁门，锁门，锁门。对，那我来吃奶。那我先，可以了。好，来，准备。慧眼识英雄，30秒，预备。哎呦，哎呦，哎，预备，我们要推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妈妈关个门啊，我妈妈关个门啊，好，关个门啊，哈。我儿子呢？妈拿了一个包。我儿子怎么不见了？儿子根本不见了，哪里？怎么了？
终于回来了！啊，吸奶吸奶吸奶！不要不要不要再吸了！没有人把心里的想法演出来了。这一趴是新生的，好不好？这一趴是新生的，够了啊！你有你想象的感觉啊！这一趴是新生，不要聊天了，来，准备，20秒计时，开始。小朋友，然后他要吃奶，吃奶，吃奶，儿子，吃奶，哎，小朋友吃到的，后来又出现了。我们节快到，母亲节快到，小朋友吃松，母乳，大外场，而且奶粉可以拿，又出现他要得对健康，小朋友一直想吃奶粉，母乳最好，母乳啊，有奶必是娘，哎，有奶必是，有奶必是娘，也是一句成语来的，忍辱负重，忍辱负重，三，二，一，飞乳集团，对，飞乳集团，不一定，太好，太好了。这一题太有成就感了，好一点那可以把那个耳机拿起来，哦，可以，板子，我这样好，一二三亮一起，好来，一二三，好，太好了，来，有可能跟奶没有关系，答案是失而复得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儿子走失了，然后又回来，然后就失而，就失而复得，你觉得你这字都对吗？对吧？真的哈，太好了啊，不对吗？来，哦，哎呦。失而复得，就是要像张立东讲黄色，越讲不下去，就推儿子出来，然后儿子就突然跑掉了，就失踪了。妈妈一直找不到，后来儿子又出现了，失去失踪的儿子又获得了，失而复得。对呀，对呀，没有那个，那个是个人的那个兴趣，如果是个人兴趣，演的话也是，对，注意到，但是他演，所以就来，谢杰玲，失而复得，对啊，因为很明显是儿子后来又出现啦，失儿嘛，儿子先不见，失儿，后来他又出现，失儿。我觉得你们的题目很简单哦，对，就是还蛮一目了，蛮厉害的。聪明啊，答对吗？很聪明。你的字对吗？我字跟诺哥一样啊。那就是大家一起错啊。是吗？对不对？来，再演一遍。来，爽到成哥。慧眼识英雄，预备 ，Action！Action！ 哎，宝贝宝贝，哎，宝贝宝贝，我先去关门哈，等下出去哦。关门，关门。哎，我儿子嘞？我儿子怎么不见了？哎，我儿子啊，他在拿个包包而已，不是吗？哎呀，我儿子呢？你出来了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快点！啊，乖儿子！哎，你怎么长得那么扑倒了？控制一下。失而复得。是的，答案就是失而复得啦。好，失而复得。失而复得呢，意思啊，就是出自于宋朝的王安石原作。失而复得，备而不举也。比喻呢，失去了又再次得到的意思啦。好，失而复得，6-0。好，奶奶这输了，谢谢。答对不赢，刚才发通告了，答对不赢。我们要参与的精神嘛，家的精神啊，我们是什么队的光荣，都没有关系。才一个单元而已，对，还有两个单元。好，攻守交换。哇，甜哎，是不是？立刻掉给他。哎喂！哇，脸好红啊，哥哥，哥哥你脸好红。哇，为什么要这样亮相？你不觉得很可爱吗？你勾的人都不放，这样在干什么？你不要那么硬嘛！下一档的接档戏，苏立波雕。苏立波雕，是你无条件，是你无条件，是你无条件。你的是这样翻的吗？是你，是你啊！对，我苏立波追啦，我苏立波雕，没有五个字。因为有一天我们在哪儿想？苏立也灵根。你们都知道，我刚刚说我们吃素，我们有个群組。你们有没有羞耻心？都已经6-0了，还有心情这样开玩笑？我们心里没有分数，我们心里没有分数。我们做完了。还是我？大哥，我觉得人生有时候很多事情是看淡一点点，然后我们就是平常心去面对这样子。平淡心。这一题也蛮简单的啦，一定很好猜啊。一路没的时候就这个。就这个。好。
这个就太容易了，哎，不容易，很难哦。我这不容易，要演出二十秒关键的，关键字，关键字，是，所以我就先出来，看到一片看到的花圃，花圃六六，寻花问柳柳，哦，柳汉雅，柳汉雅，红豆，刘汉阳，我就演出来刘汉阳，差兵差兵，红豆，对对对，慧眼识英雄，第二题，预备 ，Action！ 天气真好，哎呦，这花好漂亮啊，花，嗯，真香。我问你，我的花飞哪边去？大红豆，花飞，花了。玉堂，对不起，花。你们看得懂我随便你。看那边，怎么可能对？来，耳机拿下来，三十秒讨论。哎，哇，计时，开始。花飞花，雾飞雾。来，我们小心，问你采花，采花红豆。阿雅，红豆神男，还是说他是阿雅吗？你是阿雅还是红豆啊？我们可能猜不出来。阿雅，先讲有点难，有点难，而他演的不够准。花闻了之后又换另外花，又突然不见，对不对？花飞花，不用干扰，已经猜不出来。对，太难，对不对？花飞花后有这个词吗？花谢啦，飘花飘。这边没有一个懂啊，你看到没有？你看没一个表情，你看到没有？没有一个知道，没有一个人知道。有难度哦，这里，这里有难度。不是难啊，问你演什么？就是花有味道，然后呢花飞走了，飞走不见了，然后进来一个疯子。疯子看出来是阿雅的差兵舞，对啊，阿雅的差兵舞。时间就快到了，知道了，他不知道，你知道了，他们不可能知道的。呀。哎呦，冰，哎呦，找寻，来，请亮盘。我已经很接近了，我一样，但绝对不是了。风花雪月，风嘛，花，画冰有雪的感觉。哦，雪花冰，很接近了。风花雪月，很好，没有个月呀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哎呦，那你眉飞色舞怎么说？蛮通的哦，我只知道他后面出来跳舞啊。那他有个花有舞飞走了，飞走，风花雪月都找到两个字哦，飞走，来飞走，花飞走，寻花问柳，怎么会想到这个？因为他是先说花，然后飞走了，然后他再找，然后找了他问你对了，柳汉雅，我刚刚想说他是阿雅，柳汉雅，都给你解释好了啦。刘汉雅表现他的创兵舞，还是他的歌词红豆，然后还是阿雅，那阿雅就叫柳汉雅，厉害！我没有，耶，果然是女主角哎！那这题如果猜错的话，我当场就离开了。请不要说我答对，我很想让他看他走一次。市长，千万不要离开。判你！你看他没有判。好，再演一次。好，我没有想到阿雅。Action！ 天气真好。那有些花好漂亮啊。嗯。哎。花哪去了花？他为什么要演这个花被他误导？红豆。这个花被误导。柳汉雅嘛，对吧？红豆。你有没有看我的花在哪里？红豆。我的花在哪里啊？啊，他外汇了。我说奶奶在里面的，觉得他演的。他叫红哎。我觉得今天这个题目这样演就叫真笑。困难。这个不好猜啊。我晕哎。要想到柳汉雅。对你得想到阿雅姓柳，你才知道寻花问柳。花在柳有难度，寻花问柳是什么由来呢？来，请听。寻花问柳呢，原本是指在
春天繁花盛开之际，是寻幽暗访的好时机。可是，在元明的时候呢，有人以花柳吟来代称，干什么？代称妓院。后来寻花问柳呢，就比喻成风化场所的意思。现在寻花问柳了，两位两个很讨厌哎。他再有风尘味，你也不能这样子啊。解说解说配合解说，刚好是这个剧中剧啊，对对对，剧中剧。总比说6-1，天才说的获胜。好了，国家的另外一队飞地球振作了，苏立波掉价，这个就让天才冲起头。